投票率确实是低，尤其是呢，在赖清，而且本来我们觉得说一人参选呢、啊，他投票率本来就不高，但是就在选前两天，你就看到说有非常多的媒体开始说，这次要关注的就是赖清德的投票率哦，这个投票率就决定这个党员的向心力到底是如何哦，这里面还不少是绿色媒体啊。那到底是在鼓励党员出来投票，还是要先给他预先的穿小鞋？我们就先放一边，因为这两种可能性其实都存在。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的投票率只有 17.5%， 其实是非常低的。我会想到在2005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国民党啊，那时候是马英九跟王金平竞选党主席，那一次的投票率超过50%，当然国民党的党员其实是要比民进党党员多很多，就投票率还超过了50%。那一次呢，为什么投票意愿这么高？一方面有竞争了，但第二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，哎呀，马英九是要选总统的人啊，如果这一次不给他一个漂亮一点的这一个成绩单的话，他以后怎么去跟民进党打仗？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一定会有这样心，就任何政党哦都会有这样的心情，就是当我是要为了储君而投票的时候，理论上那个意愿应该要高的，可是意愿却这么的低，所以我们就要回到这几天呢，民进党内部的检讨。赖清德要到台南哦去这个党员座谈，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是重中之重的一场座谈会，那也要去讨论黑金啦，讨论炉渣问题啦，讨论光电问题啦，讨论这个议长的贿选的问题啦，这件事情大家都预告很久了，所以我相信赖清德那一个卡起来卡起来，这应该都是已经彩排好的，就是说我就是要展现出来，但问题是，他真心的相信有黑金吗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向黑金宣战，我们要这个好好的来处理黑金。但是，台南市这些政治人物哦，每一个人是个什么样子的分量，大家都很清楚，他们不可能涉及黑金。哎，案子都还没有查，先打包票嘞，就说没事哎。对，案子都还没有查到底，他就先说这些人都不可能有事。”如果他今天都已经这样讲，他是副总统，他都已经讲成这个样子，我很想问，有哪个检察官可以办到这一些人？我就很好奇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下去？难怪到目前为止，收押的就明明当选的是民进党的议长，但是收押的都不是民进党的人，这是很有趣的地方。而且明明这个当选的人是民进党的议长，但收押的人都是帮他跑腿的人，投票给他的人，他自己都没事。那我最后提一点呢，就是最近民进党内呢冲刺的那一个不去检讨问题，而去检讨提出问题的人。台南会成为黑金之都这件事情啊，是因为88枪加炉渣加光电利益加贿选，大家才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啊。但是你看到民进党内别的场次我们就不管了，在台南这个场，他检讨的是郑国会。啊，当然，现场陈廷辉委员在现场了，这样，我想他感触一定点滴在心头。他去提出来检讨那些提出问题的人，因为郑国会说有黑金啊，这个选举有黑金啊，贿选有黑金啊，就整个议长的选举有黑金啊，所以在那个座谈会当中，检讨的不是贿选这件事，检讨的是提出有黑金涉入议长选举的人，所以。问题很快就会落幕吗？会不会因为不需要检讨问题，只要把那些检讨提出问题的人通检讨掉了、处理掉了，他们就觉得事情就解决了呢？掌握全球情势、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